早年，木匠干活是用鱼鳔熬成胶来粘木头的。关于这种鱼鳔，有一个传说，说的是当年鲁班有一个徒弟，学艺刻苦，心灵手巧，但家里很穷。一天，鲁班来到这个徒弟家，见那儿连屋门也没有，就问他为什么不做一扇。徒弟说，早就想做，可是没有木料。鲁班看院子里堆着许多爆花和碎木块，都是徒弟给别人做活剩下的。鲁班便过去，吐出一口唾沫，把那些爆花和木块粘到一起，粘成一根大木头，让徒弟做门用。徒弟见师傅有这一招，非常羡慕。后来，鲁班要和徒弟分手，到别的地方去。徒弟给师傅送行，恋恋不舍。路上，鲁班说，你随我学艺这么多年了，今天分别，我打算再传你一技，不知道你想学什么？徒弟跪下说，请师傅把用唾沫沾木头的技术传给徒儿。鲁班说，好吧，现在你把嘴张开，我吐给你一口唾沫，你把它咽到肚子里，就算成了。徒弟张开嘴，鲁班向里边吐了一口唾沫，徒弟觉得这太脏，怎么也咽不下去，就一直偷偷地含在嘴里。送走师傅，在回来的路上，徒弟越想越觉得脏，那口唾沫怎么也咽不下去。到过河的时候，他实在忍不住，就站在船上朝河里把那口唾沫吐了出去。那口唾沫被河里的鱼给吃了，鱼肚子里就长出鱼鳔，用这种鱼鳔熬成的胶非常黏。从那以后，木匠们就用鳔胶。